了，那要把灯关了吧。哎，那是不是上电梯的时候会预告一下，这样我跟带着孩子他躲进去了，是不是应该会预告，是吧？预告一下。别带了，真的！哎，猫，你带很奇怪。只要是在里面工作的，都带上这个。哎呀，早知道我今天穿的洋气一点呢，我也不知道。主要你可以换，我不知道这么大只。你可以换，我们可以换。我们戏也还行。刚才这个流程跟情绪。我得说，你做的怎么样？装好了，一会儿来。